5月6日，中国篮协正式宣布中国男篮、红篮两队合并后首期集训大名单。宣布后不到10天，背负着备战2019年国际篮联男篮世界杯重任的现役最好的20名球员正式开始集结。他们有的刚在 CBA 联赛中折戟，有的刚帮助球队创造了新的历史，有的暂停了自己追求更高水平梦想的步伐，返回祖国。无论境遇如何不同，他们渴望为国征战的强烈愿望不尽相同。那经过过去2年，我们对所有球员进行了一个考察，另外一个也看到他们在这当中的进步，每个人的优缺点，我们希望能够组一个最强的球队去参加世界杯。两队合并了嘛，然后也是第一次入选这种合并的国家队，然后竞争比较激烈吧，然后这种荣誉感比以前更加多了吧。周琦、丁彦雨航这两位正在挑战 NBA 的青年才俊一同返回，他们希望为中国男篮输入自己积蓄已久的能量。这一年包括之前12月份做了手术嘛，然后也是一直在康复，所以现在好很多了，但是一直没有进过对抗，所以具体到什么程度还得去看接下来的训练。我之前都分别见过他们了，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希望他们已经从伤病当中摆脱出来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全力以赴集中精力去尽快的去恢复到最佳状态，然后去跟球队去融合。北京男篮后卫方硕渴望在祖国、在家乡、在自己为之奋斗的北京为国争光。这次大赛在家门口，而且小组赛又在北京，我觉得对于每名球员来说都是特殊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就加一更字吧。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多的不要去想说世界杯会怎么样的，我们现在只是在报道的第一天，我们就把所有的注意力就集中放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休整一周之后，着装统一的中国男篮第一次正式在媒体面前亮相。整个过程中，主教练李楠并没有给球员安排太大强度的训练内容，主要以恢复训练和个人技术训练为主。左边呢是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集中的14个球员，那右边呢是我们的助理教练和我们的这个保障团队，我们一共练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主要目的呢是一个让大家恢复身体，另外一个让能尽快的找到手感，另外再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伤病的球员，我们希望通过这段时间能够让他们的伤病尽量去恢复。在首先集结的14人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并不是非常熟悉的身影，他就是目前正在 NCAA 的辽宁籍小将张振宁。并没有职业经验的他，第一次和久经沙场的前辈们面对媒体的镜头，稍显羞涩，态度谦虚。其实我也很紧张，这么多摄像头，但是我希望还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希望在这段时间一个多月时间里能充分的武装自己，为那场比赛做准备。除了队伍磨合、状态恢复的目标，球队的伤病也是一大问题。昔日联赛 MVP 丁彦雨航也参加了球队的合练，他的个人状态是所有人关注的重点。开始，那么第一阶段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40天的训练，我们跟 NBL 这支球队打3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一个是检验一下我们之前的训练，另外一个我们要考察一些队员，因为我们现在球员比较多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比赛去更了解我们的队员，然后看看谁能真正去帮助到我们国家队去能够参加这种更高水平、更高对抗的这种比赛。正如李楠指导最早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的那样，为国征战的意愿是考察球员的第一标准。竞技体育是现代的战争，尤其像篮球这样一个高对抗性的运动，每名球员都是祖国的战士。祖国在我心中不仅仅是这次中国男篮军训的主题，更是中国男篮这次征战世界杯的最高信仰。男篮集训队汇报演出前计划密，应到20人，实到20人，准备发育请指示。开始。申。
春。春。一二春。向前坤，没人。当平时身穿球衣的篮球运动员穿上了一身笔挺的军装，整齐划一地踢着正步，圆满地完成了军训任务之后，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男篮集训队会操完毕，是否带回请指示？带回。真。经过这四天，我们第一天来了大概37度，啊，那每天上来是半个小时站军姿，啊，那第一天确实是，啊，非常苦，也出乎我的意料，啊，而且我们都在一起，啊，那大家整个表现啊，没有任何人说去抱怨，那我们，一天每一堂课看着他们去变化，其实我觉得，啊，作为这个篮球项目本身也需要，我们刚才讲，啊，那么通过军训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统一性、一致性，啊，守纪律。啊，那么团队精神，因为我们在很多队列当中需要大家互相去配合，啊，所以这样回到球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军训好的这个作风能够带回到球场，能为备战世界杯啊能够去发挥作用。正如李楠指导所说，篮球是一项团队运动，默契娴熟的配合才是根本。希望通过军训能让这支中国男篮像一支军队一样团结、坚韧、永不言败。在军训汇报表演之后，中国男篮又进行了一项特殊的仪式。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亲自向每一位球员发了一封信，以表达对他们的鼓励与敬意。信中写道：感谢你接受邀请来到中国男篮集训队。中国男篮有着无数闪亮的名字以及经典的故事，构筑了光辉的历史，被一代又一代人口笔传颂。如今光荣的使命交到了你手中，你背后将是祖国和亿万人的支持与期待。男篮世界杯就要来了，能够在家门口打一次世界级比赛，这是你的第一次，也很有可能是唯一一次。那么从现在开始，把你的心交给球队，把你的背后交给队友，做好准备为中国上场。附注：懦弱者望而却步，羸弱者中道而弃，始终者无问前程。我觉得今年很不一样，然后往年来国家队，我来国家队已经9年了，然后今年来说，就是从这个仪式来说，我今天没想到，就是有一种就是自然而然的热血沸腾的感觉。然后看到这个仪式这个邀请函嘛，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就是请帖类似，但是他写的话，上面写的话以后，我觉得看完以后就特别热血沸腾。3周之后，中国男篮迎来了集结后的第一个对手澳洲 NBL 联队，双方将连战3场。在外界都猜疑在易建联、周琦、郭艾伦等核心球员缺阵的情况下，刚刚组建且大部分球员都缺乏大赛经验的中国男篮能否抵抗如此强劲的对手时，他们用一场22分的大胜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我觉得大家表现挺好的，因为去年跟澳洲打我们是2负1胜，那么今年第一场上来，说实话，我对球队的预期呢，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把我们之前训练的这个训练成果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啊就可以，因为我们要锻炼队伍嘛。另外一个啊，我们有很多的内线都受伤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3个内线做的还不错的啊。那么他们在整个人员轮转上是比较少啊，包括我们的外线，我们的这个主要打球的人员，因为确实也给了我们教练组更足的这个信心，能够去把后面的这个比赛打好啊。无论我们这个缺了这样那样的位置上的主力啊，包括之前在球队一直打球的，那我觉得他们现在后面的人应该表现的也是不错，也是很有竞争力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高兴看到的。第2场赛前训练，球队略有疲软懒散的情况发生，
李楠特意拉着球队开了一个相较以前很长的训练后会议。还是可能李导对今天上午的我们的训练不是太满意吧，我们的比赛日上午的训练可能不太满意，所以可能觉得我们可能赢了一场球之后可能都那个劲儿可能有点泄了，有点放松，所以提醒一下我们。第二场比赛一开始，中国男篮果然没有第一场那样状态神勇，配合不默契，失误频频，防守失位，球队的各种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上半场结束，中国男篮落后七分。时间终了 ，China 47, Australia 54。中国队23号阿布杜沙拉姆被人第三次犯规 ，third personal。Team foul number three， 全队第三次犯规。Shooting two。下半场，荣膺 CBA 联赛新科 MVP 的王哲林站了出来，赢得了男童球迷全场高呼 MVP 的最高礼遇。最后时刻，阿布杜沙拉木命中关键三分提升士气，孙明辉杀入内线两罚全中，奠定胜局。中国男篮三分险胜澳洲 NBL 联队，取得两连胜。上半场我们让对方得了54分，然后半场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那些队员明确了一下那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那么下半场我们第三节让对手得了16分，啊，我觉得这是个转折，啊，而且今天从板凳上来这几个球员啊那表现的也非常好，啊，那么给了场上这比赛这个走势给了很多的帮助，所以今天是一场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比赛，那我们是希望队员能够在这种比赛当中多打，能够学会怎么样去赢球，啊，因为我们缺了几个人，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赢这个球，啊，这种比赛多打，我觉得对我们球队本身还是比较有锻炼，啊。正如李楠指导所说，希望球员在困境中明确自己的工作与球队的目标，困难比较大的比赛对于球员有很高的锻炼价值。三场比赛，中国男篮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优秀地完成了第一个热身系列赛的任务。北京时间7月4日，中国男篮抵达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 NBA 夏季联赛。世界杯前最大的挑战才刚刚来临。